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八重公子及莱伊拉卡池的首日流水终于是出炉了。如视频所示，涨势其实还算不错，并没有大家预料中的那么悲观。横向对比今年晚六点开放的卡池，这个数据是已经比一斗高了，更是远超以往的萧宫、甘雨、新海复刻池，甚至比上上期的尼洛阿贝多池的首日流水都高。说实话，在经历过小草神那恐怖的吸金能力后，八重公子的首日流水能有这个水平，老黑着实感觉已经不错了。再者说了，晚六点开放的卡池首日流水仅供参考，实际情况还要看次日流水定乾坤。各个国家地区排名的话，目前是仅在日本登顶排第一，在中国排第二。卡池中两位角色的抽取比例大概是2:1，八重比公子，这倒也在情理之中，毕竟公子都四别东都了，八重才第一次复刻，有这比例也属正常现象。在小保底没出货的情况下，本期卡池歪到最多的角色是莫娜，剩下的依次是七七、琴、提纳里、迪卢克、克晴。卡池中四星角色出货最多的是咱们的好兄弟托马，再者是鹿野苑屏藏，最后是莱伊拉。毕竟新四星嘛，大家懂得都懂，出货率肯定是要低一些的啦。老黑的小号本期卡池就是奔着莱伊拉去的，奈何出了一手的屏藏，也算因祸得福吧。你别说，这小鹿拿来前期开荒还真挺好用的，手感绝对一流。那最后就说下莱伊拉吧，目前玩家间的大众评分还算不错，再带千言四件套，仅考虑主词条效果，排除副词条影响，以及搭配上自身天赋效果的情况下，护盾值为13500，同配置下的中师傅护盾为18400，差距可以说是很小了。但是考虑到中师傅的是炎盾，150%全类型吸收，莱伊拉的是冰盾，仅对冰伤有250%的吸收效果，因此在实战情况下，钟离的盾还是要比莱伊拉厚不少的，约厚2倍。不过四星角色通常都是以满命来对比同定位的五星角色的，假设大家把13命都点了，那在12级一技能一命效果的加持下，莱伊拉的最终护盾量大概在19400点。如果仅从护盾数值上来看，这与钟师傅已经没多少差距了。反正就以老黑目前的实际体验来看，这续航体验和护盾手感绝对是钟离之下的第一人，萌新玩家抽一只拉满绝对不亏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3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